好，下面第六句话我们说了 ，A week later, the editor at last received a fax from the journalist。过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个编辑终于啊收到了记者的一封传真。这个读者的兴趣被吊起来了，那究竟怎么回事呢？和我们说了，哎呀，可惨了。Not only had the poor man been arrested, but he had been sent to prison as well。不但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抓起来了，而且他被送到监狱里边了，被逮起来了。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Not only, but, as well, 这是固定结构，不但而且怎么样？但是注意，前半句 not only 放在句首 ，not 是个否定词，放在这儿后面引起了部分倒装语序，就是把助动词这个 had 放到前面去了。整个句子都用的是过去完整时，因为收到的这封传真是发生在过去，这个人被捕和送进监狱都是过去的过去，所以整个用过去完整时。助动词前提 had， 这用的是部分倒装，咱们一会儿重点讲解这个知识。后半句呢，而且他被送到监狱里面去了 ，as well 跟 but 是跟 not 的固定搭配，不但而且。那么我们先看一看不但而且的三个表达，第一个 not only but also， 第二个 not only then 动用一个 but。第三一个就是本文中的 not only but 哒哒哒句末加一个 as well， 但是我们知道前面这个 also 跟后面的 as well 两个不能同时出现，这两个要么都死，要么死一个，但不能都活着，因为两个都用的话就重了。可以两个都不用，也可以两个用一个，但不能都用。这个随你怎么用都行。我们看几个例子，比如说在第59课264页第23行到第24行，264页第23到第24行。This hobby educates one not only in the chosen subject, but also in general matters which have some bearing on it. 说这个爱好呢，不但在选定的这个主题方面对我们有教育意义，而且呢，在与它有相关联的更广泛的事情中，哎，也有教育意义。不但而且 ，not only but also 是这么来用的，这个是正确的，是可以的。再看这个第十课五十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五十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At that time, however, she was not only the largest ship that had ever been built, but was regarded as unsinkable, for she had 16 watertight compartments. 在那个时刻，然而在当时啊，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船不但是被建造的船中最大的一艘，而且被认为是不可能沉没的，因为它有16个密封的隔水舱。注意这个 but 不能翻成但是，得翻成而且，因为前面有 not only 跟它搭配。你看，没有用 also， 也没有 as well 单独使用也行啊。还可以用 as well 这个搭配，本文中有，咱们再多看一个例子，比如说二十六课一百二十六页的第九到第十行，一百二十六页的第九行到第十行。These days, advertisers not only offer free samples, but free cars, free houses, and free trips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当今，广告商们不单提供免费的一些样品，甚至还有免费的汽车、免费的房子，还有免费的环球旅行。Not only but。句末加个 as well， 这三个表达都对，但注意 also 和 as well 不能同时出现。下面本文中呢，跟这三句话都不一样，因为这三句话里面 not only 都在句中，本文中为了强调不但怎么样，把它放在句首了， not only 放在句首构成了一个部分倒装，这是在第五课中一个重要的知识，也是咱们后面长文章的一个基础，哎，就是部分倒装语序。什么叫部分倒装呢？就只把这个助动词或者是 be 动词，它的条件是 be 动词前面没有其他助动词，如果前面有其他助动词的话，就把那个助动词前提就好了，如果没有的话是前提 be 动词，或者是情态动词放到主语之前，构成部分倒装，但中心的谓语动词呢还是在主语的后面，哎，这是部分倒装。什么时候使用部分倒装呢？本文中就是个重要的情况，本文中 not only 是一个否定词，表示否定含义的词，这么记特别好记，李老师给大家归类啊，否定词非于句首，后面引起部分倒装。什么是否定词？比方说 not only 本文中的，对吧？像 not until 直到 ，neither nor never hardly barely scarcely 这是半否定词，也类似，就几乎不，对吧？还有呢，像 few little rarely seldom 这都是类似于半否定词了，也是否定含义，几乎没有。And no circumstances in no way 就绝不怎么怎么样，哎。注意这些词放在句首，后面要求用部分倒装语序。本文中是一个例子 ，not only 放在句首，后面用了部分倒装。
把什么呢？把这个助动词 had 放到主语的 Pullman 前面去，但中心词 being arrested 还是放在后面。为什么 be 动词没前提呢？因为 be 动词前面有助动词 had。be 动词这个单独是个 was 可以前提，但是前面有其他助动词的话，前提助动词 had 就好了。咱们多看几个例子，比如说41课192页的第26行，192页的第26行有这么一句话 ：Nor is a city without its moments of beauty， 城市也不是没有它的良辰美景。这个 nor 表示也不，否定词放在句首，注意后面部分倒装，注意这是把 be 动词放在前面去了。为什么 ？be 动词前面没有其他助动词了，前提 be 动词，城市也并非没有美丽的时刻。再看第37课170页的第13行，170页的第13行，有这么一句话 ：Neither was I surprised when the train stopped at Whitley, a tiny station a few miles along the line。当这个汽车在 Whitley 站停下来的时候呢，我也没有觉得惊讶。Neither 跟 nor 类似，都是也不。它否定词放在句首，后面用了部分倒装语序。注意把 be 动词 was 前提了。因为 be 动词前面没有其他助动词了，那也没有感到惊讶就好了。这是在第37课开往温顺海湾的快车这棵树。再多看几个其他的例子，比如说看一个 never 开头的句子 ：Never have I seen such a good movie。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电影。Never 放在句首，后面部分倒装，助动词 have 前提，这是现在完成时。再比如说 ，Not until yesterday did little John change his mind。直到昨天呢，这个小约翰才改变他的主意。Not only not until 就直到才啊。Not until 放在句首，后面部分倒装，注意把助动词 did 放到主语 little John 的前面去。直到昨天，小约翰才改变主意。再看一个复杂点的。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you lend Paul any money。你绝不要借给保罗一点钱。Under no circumstances。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翻译成绝不。这是个介词短语，但也是否定含义。注意后面部分倒装，情态动词 should 放到前面去，这个 you 主语前面去，但是中心动词 lend 还是在主语后面。这是第一种情况，部分倒装，否定词为句首。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副词 only 加状语位于句首，后面也会引起部分倒装。但是注意 only 加状语的翻译。Only 如果加普通的一个状语，咱们翻译成只有什么什么才怎么样。如果是 only 加时间状语呢，它得翻译成直到什么时候才怎么样。只有才或者直到才，就看这个状语是不是指时间了。咱们看一些例子。Only then did he realize that he was mistaken。直到那时他才明白他错了。Only 加状语，这个状语是副词 then 的。这是时间状语，得反正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明白他错了，这个用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个例子，看下面这个例子。Only by working hard can we succeed in doing anything。 Only 加的状语是介词短语 by working hard， 这个不是指时间，不是指时间的状语，得反正只有才了。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我们才能成功的完成任何事情，这是只有才。注意这个状语是个介词短语。好，我们看更复杂的一些结构，比如说看 only 后面加状语从句。Only after baby seal is pushed into the sea by its mother will it learn how to swim。 注意 only 后面的从句中不能倒装啊，为什么？ only 加状语，这个状语就是这个从句啊，状语里面不能倒装啊，只不过这状语是时间状语从句呢。这个时间状语从句是时间状语，那么 only 加时间状语得翻成直到才啊，直到一只小海豹被他的妈妈推到大海里之后，他才能学会如何游泳。主句中把 will 放到主语前面去，这是部分倒装了。注意 only 加状语，后面结构倒装，这状语从句里边可不能倒装，这属于状语里面的内容啊。我们再看一看在新概念三册中的另外一个复杂句子，就是在第40课182页课文的最后一句话，182页第22行到第23行。Only when he saw that the man was actually telephoning the police did he realize that they had all been the victims of a hoax. Only 后面加了时间状语从句，还得翻成直到才。那直到他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在给警方打电话的时候，他才明白他们都成了一次恶作剧的受害者了。在这里边，这个 did 主句中把助动词前提，那么中心动词 realize
还是放在主语后面。这是 only 加状语，放在句首，后面依然是部分倒装。还有第三个情况，咱们分成三大类，这就好记了。第三个情况是 such、so、well、often， 还有 many time 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示程度或频率的这样的副词或者短语，放在句首，后面引起部分倒装，一般是表示程度或者频率，尤其是屏幕上这几个 such、so、well、often、many time。 many a time 表示很多，经常、频繁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看第四课26页第四行到第六行，这是复习。26页第四到第六行。Such is human nature that, 后面不用看了。这本是人之常情，后面这个大从句咱说过，做 such 的同位从句。such 放在句首，后面部分倒装，把 be 动词放到主语前面去了，对吧？这是 such 谓语句首。再比如说咱们看第46课212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212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这46课第一句话， So great is our passion for doing things for ourselves that w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less dependent on specialized labor. So great, 这个 so 表示程度，放在句首了，如此之大，后面注意部分倒装，把 is be 动词放在主语前面去，因为 be 动词前面没有其他助动词了。我们自己动手做事情的热情是这么的大，以至于这个 so 是跟这个大搭配的，以至于呢，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于那些专业工人了，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动手去做了。这 so 放在句首，后面是部分倒装。这46课里面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比如说 Well did I know him and well did he know me。 这个 well 表示程度，放在句首了，这个两个句都分别放句首，都是倒装。我很了解他，他也非常了解我，这个可以。再比如说 often did it snow there， 那里经常下雨，这个 often 表示频率，放在句首了，后面用部分倒装 did 助动词前提。再比如说 many a time has given me good advice， 他经常给我一些好的建议。 many time 表示频率，这个状语放在句首，注意后面助动词前提，这是现在完成时 has 前提，中心动词 given 还是位于后面，经常给予我一些好建议，这是部分倒装语序。咱们的未来还会看到全部倒装，那是后话，暂且不提，咱们先把这个记住，到后面还有复习啊。好，所以本文中呢是出现了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句子啊，我们造几个句子，我们也用上不但而且我们也用部分倒装，咱试试看啊。你不但吓了我一跳，而且可能把村子里所有人都吵醒了。咱们一看是在第二课中13:1的情节，咱们用现在的剧情说出来。不但而且有 not only but as well， 你不但吓了我一跳，而且把村子里所有人可能都吵醒了。不但吓了我一跳，在这儿可以用一般过去时，把大家都吵醒了，在后面呢可以用这个完成时，都吵醒了，可以这么说。我们看怎么说，你不但吓了我一跳。Not only did you give me a surprise, but you've probably woken up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as well. 把大家都吵醒了吗？前面对现在有影响了，用的是现在完成时。前面吓了我一跳是一般过去时。Not only 放在句首，后面注意哦，一般过去时助动词前 did you give me a surprise?而且呢，你把大家可能也都吵醒了，后面句末加个 so， 这个很简单。再练一个。不但有几个人抱怨说在夜里听见了像猫一样的噪音，叫 cat-like noises， 而且呢，一位钓鱼途中的商人还看见那只美洲狮就在树上了。不但而且这个情节是第一课中的情景，咱们依然用 not only but also but 加点 as well 这个结构。 not only 强调，咱放在句首用倒装。这个抱怨说有这噪音，而且看到美洲狮，都发生在过去，咱们直接用两个一般过去时。咱们练一练，马上说出来看怎么说啊。Not only 放句首， Not only did several people complain of cat-like noises at night, but a businessman on a fishing trip saw the puma up a tree as well.这个复杂的句子立刻就写出来了。我们这种复杂句式在作文中轻松写出来之后，
甭管什么托福、雅思、GRE 四六级考研，相信都能轻松破解拿到高分。而听说读写里面写对中国同学往往是最难的，那怎么提高写作呢？学新概念呗，学几册，三册四册，对大学生针对性是最强的。好，这个三册真是不白学，长知识啊！而且我们这课程还便宜，太好了，简直太好了。那、我们看这个下一句话，他说 ，However, he had at last been allowed to send a fax in which he informed the editor that he had been arrested while counting the 1,084 steps leading to the 15-foot wall which surrounded the president's palace。这个很幽默的句子，特别长，就是它是怎么回事呢？到这个课文末尾揭示谜底了。看看语法成分分析。However 放在句首，表示转折的一个状语啊，是然而。白颜色的这个正体字还是我们的中心的句的主干。He had at last been allowed to send a fax。他最终被允许呢发送了一封传真。然后呢，从 in which 开始一直到句末，这明显是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这个传真。然后呢 ，which 指代传真，在传真中加了 in which， 怎么样呢 ？He informed the editor， 他通知编辑说。那么你既然把通知编辑看作是一般过去，那么他被允许发送传真，那肯定是在过去的过去了。所以前面弄的过去完成时。然后呢，通知编辑说什么？这个 that 从句从 that 开始一直到句末，又是做 informed 的这个宾语从句。我们知道 inform somebody that 前面的 of 被去掉了，对吧？很熟悉了啊。他被捕了，被捕一定也是发生在通知通知编辑之前嘛，也是过去完成时 had been arrested， 在什么时候呢 ？While 从 while 开始到句末画横线的部分，又是一个 while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当他正在数这个通往环绕着总统府的15米的这个高墙的1084级台阶的时候，被逮起来了。终于数清了，最后被捕了。为什么呢？政府刚成立，一个外国人在这个总统府旁边走来走去，这是特务间谍，是暗杀的人呢。没枪毙他就是好事，呵呵，终于被捕了啊。这个 while 后面可以看作省掉了 while he had been counting， he had been 被去掉了。为什么能省略呢？这是状语从句中的省略。为什么能省略？咱们一会儿会解释啊。然后1084级台阶，这个中括号里边的从 leading 一直到句末。这个里边呢，明显是非谓动词当后置定语，修饰这个台阶，什么台阶呢？通往高墙的台阶。什么高墙呢？15英尺高的墙。这个 foot 在这不是脚，是英尺。复数呢应该用 feet， 那为什么不说 15 feet 呢？咱们以前说过，名词做定语的时候，咱们得用单数。3岁的小孩 ，a three-year-old boy， 不能说 3 years old boy， 对吧？所以这个用单数，它。用定语，什么高墙呢？小括号里边的这个 which 明显又是定语从句，修饰这个高墙，一层一层的嵌套，环绕着总统府的高墙。但是这个嵌套结构太复杂了，咱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呢，我们以前说过可以把大树改成竹子节，太复杂的地方砍折了用逗号。那么然而他最终呢，终于被允许发了一封传真，在传真中呢，他通知编辑说什么呢？他在数这个通往环绕着总统府的高墙的时候，这个被捕了。这高墙有15英尺这么高，那么台阶有1084级这么多。哎，把它切开来一点点翻译就好了。那么这个里边我们有个知识点，就看一看 while 后面 while counting 为什么可以把 he had been counting 这 he had been 能去掉，这是为什么？这是第五课中另外一个重要知识点，这也是我们后面长难句理解起来的关键。是什么呢？哎，知识点出场了，状语从句的省略。咱们注意啊，状语从句中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个，状语从句的主语跟主句主语是一致的；第二一个，状语从句的谓语中包含有 be 动词，这两个少一个都不行。哎，这个时候呢，则可以同时省略状语从句的主语和其后的 be 动词结构。像本文中 he had been， 那 he had been 整个都没了，为什么 he？跟前面主语是统一的。再次强调啊，得两个条件：第一个，状语从句主语跟主句主语所在句的主干了，这主语统一；第二一个，状语从句谓语包含 be 动词，这个少一个都不行。来，这个咱们看一些例子，先看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Metals expand when they're heated,
and contract when they're cooled. 金属会热胀冷缩，当它们被加热的时候会 expand 会膨胀，当它们被冷却的时候它们会 contract 会收缩。注意 when 从句 they are heated 这个 they 就是主句主语 metals 就是金属啊，后面是 be 动词 are 这个呢我从句的主语 they 也是 metals 后面 be 动词、又是一个 be 动词 are 所以呢这两个 they are 都可以去掉，咱们句子可以精炼成 metals expand when heated and contract when cooled 就好了。什么状语从句都行，咱们再换一个让步状语从句，当年一套托福真题的片段。Francis Preston Blair Jr., although he was born in Kentucky, lived and practiced in Missouri. 前面是个人名字，后面加 Jr. 咱们读成 Junior， 就是父子同名，在儿子名字后面加个 Junior， 小什么什么。如果他爸爸呢，后面加 Sr. 读成 Senior， 叫老什么什么。小 Francis Preston Blair 这个人，两个逗号之间是个让步状语从句。So although he was born in Kentucky。尽管出生在肯塔基州，但注意状语从句注意 he 就是前面那个小 FPB 这个人、啊、后面出现 be 动词 was， 好了 he 和 was 同时死掉了，变成 Francis Preston Blair Jr. although born in Kentucky lived and practiced in Missouri， 这个人尽管出生在肯塔基州但生活和工作都在密苏里州、啊、注意这个 practice 不是练习，是表示律师或医生拿着执照在工作叫 practice、啊，这是让步状语从句，也是这样的。那本文中呢，本句中呢，本句中也是这样的。你注意这个 while， well 本来应该是 he had been counting， 因为这还是发生在过去的过去、啊、当他正在数这个1084级台阶的时候，他被捕了。这个 while 从句所在的所谓的主句，不就是这个宾语从句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 while 从句是嵌套在宾语从句内层的从句啊。他的主人他的爸爸不就是外层的宾语从句吗、嗯、是谁呢？是 he 还是这个记者？那么这个 he 就是这个 he， 后面 had been 是 be 动词整个被干掉了，所以只剩下 while counting 这个结构就好了。哎呀这个句子非常复杂，咱们尝试看能不能把这句话咱们复述一遍啊。我再看看中 再说一遍中文。然而他最终被允许发了一封传真，在传真中他通知编辑说他被捕了，在什么时候？当他正在数着1084级台阶的时候，什么台阶？通往15英尺的高墙。什么高墙？环绕着总统府的高墙。很复杂，咱们复述一遍啊，叫 However, he had 就在这儿，忘记可以扫一眼啊。He had at last been allowed to send a fax, in which he informed the journalist that he had been arrested. 然后呢 ，while counting the 1,084 steps leading to the 15-foot high wall which surrounded the president's palace. 哎呀，这是真够长的。万一要是忘记的话，咱们再看一眼啊。我们再快一点，看不中断，咱们再复述遍。However, he had at last been allowed to send a fax in which he informed the editor that he had been arrested while counting 1,084 steps.Leading to the 15-foot wall which surrounded the president's palace. 太长了，咱们复述两遍，费了半天气力不能白费。造个句子，造个句子。来自于伦敦动物园的专家最终打了一个电话，终于打了一个电话，怎么样呢？在电话中，他通知动物园说呀，这只美洲狮在正从一座古庙逃跑的时候啊，被逮住了。这座古庙呢，位于距离伦敦几乎有100英里远的一座200米高的小山上。这个中文中可以用并列句，但英语中可以嵌套起来。咱们看怎么兼架这结构。那来自于伦敦动物园的专家，可以说 the expert from the London Zoo。咱们见过这搭配。那最终打了个电话 ，finally made a telephone call。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通知。在电话中可以用 in which 定语从句，在电话中嘛、he informed the zoo 通知动物园说，后面可以加宾语从句。既然通知动物园，咱们一般过去时打电话，咱可以用过去完成时 had made a telephone call。然后这只美洲狮呢，正从一座古庙逃跑的时候被抓住了，被抓住了还是过去的过去。The puma had been caught。然后呢，当他正从古墓庙逃跑的时候 ，while
he had been escaping, well, it had been, 主语跟 had been 可以去掉, 因为就是美洲狮嘛, 都是美洲狮嘛, well, escaping 就好了, from an ancient temple, 一座古庙, 什么古庙呢? 再加后置定语, 它位于一座200米高的小山上, 这山又在哪儿呢? 再加后置定语, 它距离伦敦大概有100英里远, 再加定语从句就好了, 这个不好复述啊, 咱们试试看, 慢慢来, 试试看, 啊, 先说来自于伦敦动物园的专家, the expert from London Zoo, 最后过去完成时, had at last made a telephone call. 在电话里面, in which 他通知, he informed the zoo that, 通知什么呢? The puma 被抓住了, had been caught, 什么时候? While escaping from an ancient temple, 在哪儿呢? Standing on the 200 meter hill, 在哪儿? Which was almost 100 miles from London. 哎，我们只要语法知识比较过硬，也能轻松写出这么复杂的句子来。哎，我们再仔细看一看，来自于伦敦动物园专家最终打了一个电话，为什么过去完成时？因为通知动物园是一般过去啊，打电话在过去的过去啊，所以用这个对吧？过去完成时，然后呢，通知动物园说，并用从句，那美洲狮被抓住了，是过去的过去。 什么时候? While 本来应该是 while it had been escaping, it 就是 puma 对吧? Had been 是被动词被去掉了, 所以只剩下 while escaping from an ancient temple, 从一座古庙中逃跑。古庙在哪里呢? Standing on a 200 meter hill, 位于一座200米的这个高山之上。这个位于在某个东西上，这个矗立在我们也讲过 standing 用主动200米这个米得用单数，为什么呢？名词做定语得用单数。 这个山又在哪儿呢？离伦敦大概有100英里之遥，再加定语从句 ，which was almost 100 miles from London， 这个地方得用一般过去式了，因为打电话时是山并没有塌，还是在那个这样一个地方用一般过去就好了。好，这个第五课呢，尽管课文看似不难，但里边的知识点特别密集，我们又造了相当多的模仿句，大家听着很热闹，但是听完不复习，你的钱就白花了。 老师费了半天劲就白讲了，希望大家一遍一遍复习，按照李老师在前言部分说的，咱们复习的方法，单词、课文，最后课文默写，甚至跟读模仿，仔细复习，把知识落到实处，才不枉李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这套新概念课程。好，我们第五课跟老师就告一段落，学到这里。